啥子南澳干给他选起了？啊？啥子南澳个啊？那这是断了。断了，你让他用个下板起了，是吧？不是填了冰冰是啥？哦。冰是啥搬家？哦。给他买十个花卷吃下，甜的给的。啊？那五个好像那五个香菇呢？这里就是他堆放捡的瓶子、废纸板这些的地方啊。给他买了十个包子、花卷啊。这个管饱一点啊，水果不管饱。来。吃了，好，妈的跟屎盖应该更进去吃了。下雨了，他再把纸板这些盖住了。你要叫他抽噶？好。医生，你还是要咬噶？要的。哦，你装着嘛，装着嘛。走嘛，下雨，过去吧。家里边给亲戚朋友拿。家里边给亲戚朋友拿。我老在躺着啊。我说给亲戚朋友拿。亲戚朋友没得。就你一个人啦，你觉得？我出门要有人。爸爸妈妈要不要噶？妈，我父母妈在蒙子家啊。你妈妈在蒙子啊？给家在联系着。联系不着，个啥？我出门啊，我联不着。没，宝宝呢？宝宝呢？我宝宝不在啊。宝宝不在了，噶。你看等呢？你看等你穿几码的鞋子啊？没几天啊。你看等穿多大的鞋子啊？没几天啊。穿以前啊，穿43。以前穿43，噶。以前我没出门啊。然后穿没有脚又好像大起来些，估计是要穿。好大了，你呢？啊，定制了，你呢？鞋子买不着，个啥？买不着。赶紧去躲雨去。哥，下大雨了。雨啊！下雨了。赶紧吃东西，吃你的东西。吃的啦，肚子我们赶紧吃。那平时下雨在哪里睡觉？下雨在哪里睡觉？昨晚睡的。啊？昨晚睡的。昨晚在哪里睡？咱的别说干。没晚上小雨在哪里睡呢？晚上小雨在哪里睡？那地堵住了吗？那地会堵住了吗？下大雨以为站着。小雨站不着。小雨站不着，是吧？十个你一口气给吃的啦？给吃的啦，这十个。我吃的了。吃到那个。以前我妈妈吃的是那个。什么？这个多的，随便拿多的。这个是他刚才捡的烟头。
打击呢？啊，小大姐，你回家。我去下走了，嘎。啊。嗯，你赶紧吃包子，赶紧吃，多吃点子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于小弟，我现在已经过来了，因为下雨啊，我现在都是淋着雨呢。我明天再过去看他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给他找一双鞋子啊。